一下。刚刚是我骑士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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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差不多了。在一跟二放爆图，来吧，一放各放一只。哎呦，哎，没关系，来一是这里，二来。好，这会儿要捐药或是捐食物，没东西。失败的话，加两个饥饿标记到食物供应堆，然后。每个在避难所中的人都要扣一点伤害，然后无助的幸存者会生气，变成不守规矩的幸存者，每个人要吃两个食物，好，多吃一个食物，好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过，然后，就一样，多捐药或是食物的话可以加17，好，好，那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个地方可以不要离去，这个地方不去这两只，等下就死掉，对，都是那个，他们会被僵尸咬死，好哦，哦。杂货店，就有啥？是你那个是怎么回事？六，一二三四，四六颗，五五，有一颗可以变五哦，有一颗可以变五，三。我们等一下再看要不要变五。嗯，我变六了，先看一下，刚 好我们这个我们需要两个五，那就变五吧。我三颗六。它原则上是要在你的回合阶段了，所以。所以不一定现在要变嘛，对，没关系啊，只要换我也可以弄啊。好，那你先，那个帮我办事件，我直接看了、啊，这样比较快。Okay. 你们觉得要修工具为什么我要跟你讲有没有事情发生？有事情发生我就会讲了、啊。你们觉得要修工具重放爆炸陷阱，还是要修炮塔？我觉得要爆炸陷阱。爆炸陷阱。可他要三个，要三个，那麻烦。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弄的话，我等一下要先清一只僵尸，然后再放个栅栏，是啊，然后再把它变成爆炸陷阱，还没有盖好。但是我，哎、欸，不，这只能这没有，这只能放在避难所，只能放家里。对啊，只有是我的是可以在他的他在的地区更换一个栅栏变爆炸陷阱。那我们没有平常没有放爆炸陷阱的手段是不是？没有，你那个那么强，是是是，对不起。暴徒会搜索其他物品卡牌。好吧，我这个等一下回家了。暴徒什么时候会搜索物品卡牌？回家要吃食物，就没人、啊。你那可以出搜索完，然后再回去。暴徒就在第一个，首先要有暴哎、欸，对哈，干我们好像都忘了这件事情啊？怎么了？每一轮暴徒会有发生事情，每一轮都要压一张去，不是？对对对，暴徒会发生事情，我完全忘了。送他三张，差不多。暴徒的搜刮结算完避难所阶段的增加丧尸，就是他们没有被咬死。然后我们就会放过来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死掉了。食物跟药。刚刚啊，刚刚、啊。不重要。这里有一张。这刚放而已，这刚放的。哦，一跟二。这个这刚放，所以它只有一只而已。哦、就可能有一个嘛，没关系，多送它一个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前面的，前面几个我们没有做，就当这样吧。所以这回合没关系，因为它会死掉。嗯，这里也会拿。它会抢我们的食物，它会抢我们的东西。不知道哎。扳手啊，我们不是要找扳手？扳手啊。到处都有啊，那你都没有最多的、啊。警察局继续找啊，顺便找武器啊，我觉得还 OK 啊。那我在加油站找屁、啊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去加油站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去加油站？我知道、啊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玩游戏？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？哦，我这边有一张扳手，我手还是空的。嗯，我等一下才要开始量产我的手扳。乐视不充张，八张，八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张，为什么？我刚刚可能又多用了一张吧。九张，九张没错啊，刚十四啊，清就好了嘛。所以我们应该站到外面去丢搜索。我们还要缴五个这个东西哦。对啊，五个药或食物哦。没有药，我有一个食物，我等一下要想办法帮他补血。回家就可以补一滴，算了，我先帮我的补。回家会补一滴？不行，我的先。啊，我七张牌就帮他补满了。也是啊，我只要他跟他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回家。嗯，好了没？叫猴子把他喷回家好了。哇，再把猴子喷去雷克啊！继续找。装备他哇，很急啊！每回合一次，可以杀死任意区域的两只僵尸。跟摧毁该区域的栅栏跟爆炸陷阱，也不要清那边。可以的话，
这边有空的话清了，因为这边他不能清啊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他不用骰子，他直接就可以清。你有空就帮我清啊，你没空我等一下就自己跑、啊。因为他是每回合一次啊。那我先跟你讲，那只我等一下一定会跑。你没有手上有一点，我回合开始已经扣过，我这样子我一定要回去补血啊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图书馆也是你。图书馆，你决定了，你要清医院还是清图书馆？图书馆那只我可能也会走。图书馆，图书馆的东西我去，他等下过去了。你可以隔空打两只哦。榴弹炮，拿到了榴弹炮 ，OK， 好，成功，超棒。这个清外面超快。警察局的，你等下去图书馆是不是？我要去图书馆。你要拿什么？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去找。不先捐食物那些吗？你有的捐啊，有的捐啊。我现在手上是空的，回合的回合那个回合的人才能捐啊。现在只有你可以捐啊。要几个？四个、五个，要五个。我有，我可以捐一个。我没有、欸，我要出去找。还差三个，目前有一个，我有一个，可以再找啊。我等一下会，因为我只找到一个，要找到啊。因为就要决定我现在还要不要捐啊？捐啊，当然捐啊。你有的捐就捐啊，盖着，盖着。虽然我没有背叛者、嗯，但是还是要盖着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明着了，反正我也没有被害。盖着了，有人出错，那我再装一个装备。那我还有一个动作，要不要再收了？再收了，继续收。警察局没有那个了，继续收。警察局有肉扳手、啊，没有玩过，有罐头、啊。他就是我在要喝罐头都可以、啊，罐头被我收完。为什么知道罐头被收？感觉，然后继续找啊，那有武器啊，反正等会把武器找一找也好。他就打到有点类似像这样。不完全了，但是在拍卖的时候也没有涨薪。好了，好。然后就后来我就拿回退，然后就后来前几天回去，然后他们说，就是要他们在某一个多丢铺路手，很少拍卖有打开罐罐，不懂拍卖这个。换我吗？他们一开始，因为他们很少没有了，他是二家，他是二家，是这样，然后收，其实是逆转的，好，就没有抽好。嗯，米勒，然后最近又找到了。你刚刚忘抽这个了，有抽吗？现在真要抽，你有抽他的，对他有抽，但没发生啊。哦、好像有，他刚没发生、啊，他刚才都没发生、啊。那个叫你要说、啊，你要不要跟我要东西？那个只有我会发生、啊。好，那我开了，现在马上发生了，警察局爆满了，僵尸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警察局没有我的人、啊，在这个地区放满爆竹，已经放满爆竹。嗯、然后接下来你有几个选项？仅有，让我看一下。匿名性什么的，对不起，就没有发生。对，你说韩琦啊这些，离开就会发生了。哎，这我就不知道了啊。有人要给我东西我就拿，没有人要给我东西就不管了。没有办法给你东西啊。我不知道，问问看而已嘛。没有，问问看又不用钱。没有办法给你东西。给我燃料，哦，让我回家是不是？你不是要丢？可是拿了不是马上要用？对啊。嗯，你不是马上就要走了？那你就你不是有马上就要走？那我就是先走啊。那你不搜寻完再走啊？这次我不会去搜寻啊。我干嘛用它搜寻？我误会你。它可以搜寻，但是我每一只几乎都可以搜啊。我误会你。好、啊，那我要先发能力，看四张。好、哦，虽然我觉得又没有输了。应该有了吧？我被你拿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操你！他的放屁的四张啊！谢谢大大无私分享。哎、欸，他不是放下去了？啊，是哦。他是洗一洗。哦、那就是你的问题，刚刚没有洗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展示，我记得我翻了十二张都没有，然后输全部在你那，输来真的都在你那。嗯，我看看啊、哦，我有五颗骰子，不然去哪、哦、加油站吗？加油站。好了，我要用脉冲炮的能力飞来雷克啊。好，嗯，你有要变吗？你等一下再说。好，然后捐的，然后发动能力丢两个食物进来，然后杀一只僵尸。好、哦。好了，那我再看看。你可以踢一个人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？我说你可以踢一个人过去，对不对？我没空理，我没空理别人，我自己的人都要。哦。我很多人要这个能力，我等一下可能这个人还要再飞回来，直接会飞到别的地方去。好。然后搜索。挖一个三。他有翻了。有看过了。翻一个三。不会发生。然后我两个都要发动，所以我应该是会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嗯、看四张留三张。对。还是你要分开发动？抽三选二，抽三选二。本来是那样会比较好。对啊，可是但是只要丢两个铺路骰，我不想。好像也是啊。所以你就回去补满血，然后再出来。收四选三，等一下我们要捐什么东西？
我们要捐食物跟药或药，食物或药。那你选三吗？对不起，都没有。哦，那就这样啊。这个我到底要拿来用呢？嗯、什么东西？什么颜色的药丸？不是，我说这是扳手，我到底要留着？我到底要用呢，还是怎么样？留着啊，我没有扳手啊。可是这是好道具啊。哦，那就再说嘛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剩食物跟药现在一个不满僵尸，一个都是暴徒。不过两个，对，没错，这里还有，啊，这帮压下去。对，但它不是最多的，它不是最多。好吧，我要抓上去。凯尔吹来，凯兰吹尔之光。好，然后我要发动第二，我要发动第二次脉冲炮，我要喷到这里。当我移动到一个非避难所地区的时候，哎、这不算移，是移动。哎，所以要，哎，等一下你要先丢骰子。哦，对，说明他死掉了。对，说明他死了，说明他死了。啊，没事。好，那你要移动吗？对啊，那我好不想。那你可以移动过去啊，然后可能还要丢布，哎，丢布甩啊，用燃料丢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移动过去把那边的全部杀光。哦，好啊，还不错。要不要要东西啊？好像还不错。我有燃料啊。我满手七十燃料，你要不要要东西啊？我看一下哦。你那个燃料可以留着捐，如果不是七十的话，你的一定不是七十啊。你要不要跟我要七十燃料？等一下吧，先变成五捐过去。你们还有五吧？有啊，重点是要过去才能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还有三个啊？不是，你死了一个不是吗？但我死一个，我刚才哦对，可是他有多一个，我多一个角色，所以还是有三颗，还是有三颗、啊，厉害厉害。要在那边才能捐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我刚刚问你有没有要把其什么人喷过去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像是有规定吗？封锁指令，我不知道，你要看说明书。要，对吗？要，蛮合理，蛮合理的啦。有没有要跟我要起始的蓝调飞过去啊？要我。我把一颗变五号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要过去很麻烦啊。没有，我可以过去啊。我的警察，我可以过去，算了，我的那个警探，我过去了，我过去就好了。我可以一次找100张。哦，好、啊，我是可以过去杀场、哦。那我把这个弃掉。好，我过去，我等下。把他身上补满。好，就跟你说，要不要要起始燃料啦？他说他有起始燃料，那个不是可以？这可以干嘛？到时候要捐道具啊。我们要捐什么？我们要六个没有用的东西。除了手赖把以外的、嗯，可能我是要发动能力啊。对啊，那应该不能。我是拿过来，我要立刻用掉啊。是啊。啊，那我继续搜寻好了。好哦，那要决定了。但是要一直搜东西的，就要用两个丢垃圾。好了，那我去一个丢就好。不收东西会死。好，我看一下我在哪里。8加4、13可以的。哎，我是不是都在家里啊？我是不是都在家？这个家伙在家。食物不太够了。这个东西在家。1, 2, 3，他不是人，他是实验体。1, 2, 3, 4，要四个食物。没有，我要撤了。我等下两只都要跑。你要出去哦，我要出去打僵尸。哦，我有一个在这里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个还要五个食物。嗯，对，我会跑两，我也得跑两个。这里没有药的东西啊。医院啊，医院跟学校这回合要走医院跟学校。可是两个都很恐怖。杀、啊！那想办法杀。我先去啊！可是我去了就没得了。那感染者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用吃东西。如果说那个感染者跟你要东西，你有没有东西要给我？他要东西有没有要给他？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没有啊，他那个东西就是杀光，就是你得只能用普通的东西去打光线。去五八四十二。哎，有没有人要清个垃圾？我等一下我清，等一下我清。你要清啊？对，我那边我可以清啊。你们那么厉害，我就打扫就好了。搜索。他就说他的人物是小废物了，叫我们打扫就好。因为我只能杀僵尸啊，可是又没有什么好杀的。盖栅栏好不好？等一下没事也可以盖栅栏。我要出去了啊！盖完再出去啊。都要盖完再出去啊！我出去，我要盖外面啊，不然那个所以你们会清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我先决定你就这样把它清光了，哇，好强啊！他就光剑、啊，我一过去就把它清光了。哇塞！食物，可是我要花燃料啊，不然我要丢铺路。你要不要再跟我要燃料？等一下再说。哦，你哦，一轮一次啦。好、啊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想，我要可以清掉这个吗？砍不死。哦、不特殊武器，我不理他。哦，我有弓箭，我们也有特殊武器。没有，我在想要接要收呢，应该还是继续收医院吧。医院先收，医院有药、啊。可是医院几乎没有扳手，算了，继续收。它是越靠近左边的越多嘛、嗯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越靠近左边？就是这个符号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我刚刚说，药或食物、
我们刚出的危机是药，所以我们现在捐食物会比较好吗？我们其实也要食物，如果有那个二的食物可以拿来吃啊，那一的其实都捐掉，二或三的真的都拿来吃。是几个人要在家里啊？不知道，那先算好嘛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太多食物。我有一只一定要待家里，反正没差，之后还是可以吃。他不算，他可以出去了，好吧？等一下会出去。他不算，不要算他。好，他不是人，可以让他倒着好不好？我一只会出去。我这只会出去，这样，所以一二三，三份食物还是要三份食物，够刚刚好。如果你的加了吗？你的回合加六份。我问一下我的角色在哪里啊？好久没看到。是不是没有拿出来？是出去了？没有啊，还没动啊。什么时候？你刚才上一回合加的，那没拿吧？对哦，对，好哦。这个会出去，哦好，狙击手没有必要出去吧？随便啊，他在哪都一样。可是在家里要吃东西，那出去啊，狙击手出去就嗝屁了。我狙击手医院，你有狙击手？有啊，我也有狙击手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要出去站着比较合理一点。再给我一颗骰子。可是在家里站，在外面站着生僵尸，不是跟没杀一样吗？感谢。好像在家里好像也是。选一张，好。你说食物留着吗？我们可能要吃。如果有二以上的这个一的话，其实我做完了。一就真的还好，好像在哪里都一样。好，那定换。为什么我只有四颗？你不就四颗吗？我应该五颗。你变五颗了。我本来就是五颗，我四个人。嗯，我看看我刚刚做了什么。搜索。你刚那颗骰子包放在这边，搜索干了什么事情？没有那个骰，他没有骰，他那个六，刚六本来在这边，我叫他拿回去了。哦，那就那我少一颗吗？就少一颗，还是从丢骰，应该是没错。我刚刚也看你四颗在那玩，我也不用变。啊，不，我有颗捐过去了。啊，对，对，没有，没多。好，好，那我结束，稳定，翻牌，捐过，帮他翻一下那个。捐过去的话，是我一定要在那边啊？不用，你要在那边，我要在那边，我过去就好，我捐。好，他移动不用。有没有人想拿蓝料走来走去啊？我去打人好了，我只要一家就可以打了，或者建在家里建栅栏，其实建栅栏真的比较划算，建栅栏比较划算。如果你只能打一只，然后你要打的又不是特殊僵尸的话，对，建栅栏比较厉害，哦，因为不管怎么样都等于杀一只。我问你，因为你不用骰子，你的搜索是多少？我的搜索，因为我的五跟四，那不是跟我一样？啊，对吧？刚刚这个只要二的被干掉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负责杀僵尸的，出来呗。所以没有啊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是滴滴家的搜索啊。我在警察局盖一个栅栏，然后用他的能力变爆炸的。啊，这个会先放还是会先放这个？这颗用掉了。我说他僵尸进来会先踩这个还是先？当然先踩空格啊，先空格先填满。所有东西都是先踩空格，空格先填满。但有洞会走，找洞钻，没洞才会撞。五僵尸是在他之前还是他之后？他之后，他之后，那这个不就是之前，五僵尸会先，他会先被僵尸咬死。哎，那我去医院，有没有撒一个冻伤？没事没事，没死就好。我不是有问有没有人要蓝六吗？撒都撒了。因为他不想清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冷清的时候。我可以清一个一次，那就你清应该就够了。那我建个栅栏，可是我要建工具栏的话，要多两个。我也可以清。你那几个？十二个，十二个加可以啊。那我先清吧。你要清？我清。还是定你有？你要放骰子吗？兔子，你放骰子。那我放骰子跟搜索。那我清一次啊。那我两个就拿来搜索。我可以清两次。可以啊，好，反正我们还是要搜索。一个。我可以清两次。你可能会找到医院，好吧？搜索的东西，这一层差不多就这样了。你的同伴说道：“我想我们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”那猴子怎么那么讨厌啊？那这里呢？你指了一下，它是两边可以开的门，然后门牌上写着“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”。Oh God！ 不，别！就在那里面有我们要的所有东西，我还是不想让你进去。好，你有两个选项，嗯，走进去或不走进去。我在跟你讲，那个叫做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，请问你要不要走进去？感觉里面就很多东西。好，你还是走进病房，里面的一切吓得你魂飞魄散。丢两个骰子。哦，
就两另外从另外就好，吓死了，丢两颗，七，是三跟四。好，那请留着三，请留着三，然后四不管他。好，请放三个绝望标记到到你控制的一名幸存者上面。绝望那一个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绝望标志干嘛，只能放一个。对，他可能会死掉，那给他吧。看起来就是出来这样有。好，绝望标志有三个会死吗？不知道啊。这绝望标志他并没有讲会死啊。绝望标志是干嘛的？哦，我好绝望。哦、绝望标志的作用视为与常规伤害相同。哦，那就死了。所以死了吗？三个就死了。好，那就死了就没事。好，好、哦，太绝望了。没死，又扣一点士气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一直死啊？哎、欸，没死会抽五张。哦，没死，没死。可是，好哦，得三个什么意思的、啊？甩骰子，看骰子的。你又不一定甩到三。哦，甩到三的话就是放三个。你甩到几取小的？哦，然后没死的话就是抽五张，就是撑住的话，你没有那么绝望、哦，你没有被吓死，对，没有那么绝望的。好，反正被吓死了。好，那所以就也没有那个动作了，对不对？搜索你在那边执行搜索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件事情，所以那个人死了应该就没有搜索到吧？应该吧，应该是啊。所以我还有一个骰子。对啊，所以事件发生了，你死掉了。死掉了，好吧？是他，那就死掉了。死掉了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是他。是他啊，他可以选别人不是吗？不是他应该是只有在那边搜索的时候会发生那个事情。是啊，在医院搜索才会发生这件事情。嗯，好，好，然后那就他在警察去搜索。停一停，这衰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意外总是特别，病房惊魂，意外总是特别多。我就劝你不要进去嘛，不听我的，你不知道猴子是万能的吗？这个是几个？五个吗？不知道，五个了。有没有人要多捐？哎、欸，有你还有的捐？没有，那就不确定收人的、啊，我没得捐。哦，那就先我等一下再看看、哦。你不听我们亲爱的猴子说的吗？现在几个了？十二吗？十二，十二。嗯，不知道干嘛，就是你没动作了。十二，所以我可以免费清三张。你要骰子？为什么？妈，他这个是哦，那要骰子，哦对，写着那要骰子，看出来。而且你有清，你可以清五张。对，免费的不行，要花骰子。那就换，那就换。好，换我。我有人的行动是免费清骰子。哦，我移动过去那刻啊，不用做事情，然后哎，看一下。我直接看。我移动过去了，有事吗？你控制了谁？跟我讲一下。我控制了吉雅跟啊，不是在哪里？安妮塔两只都在家，一直在这里。外面其他地方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好，请继续。啊，我要搜索喽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抽六选二。好，在这边搜索，要等一下要丢铺路者。对，抽一百张。你也会抽六选二？白色药丸干嘛？你也开始药丸，开始吞药丸。我帮你看药丸了、啊，你先看。大家开始吞药丸。哦，好像你很厉害的枪。白色药丸正面作用，用一个骰子，然后从跟你同一个地方的一个身上移掉所有同类型的伤害，还有绝望标记。嗯，哇。第二副作用，没关系，我应该不会选有副作用的，我其他东西都好强。看一下哦、你回合结束，跟你在同一个地区的身上全部放一个伤害，然后把那个地方所有暴徒干掉。哦，这是副作用。所以他就是单独在那边就不会有暴徒出来。看这个一定要拿、啊，这个这么棒，里面的东西都很棒啊！你们看到我猴子在那边很努力，我还捡到 C4， 看一下、哦，我没有捡到，我刚因为我都帮你把药丸滤下去啊，刚前面药丸都是我在拿。我这边有两个药丸啊，总共五个。对啊，哇，雷克昂的那个。雷克昂就是一个实验室，嗯，所以里面还有实验体啊，什么东西的都有。哇，全面好，算不管拿火焰喷射机跟无人机，雷克昂很棒哦，超棒。可是我觉得这样，我等一下去搜，大概要是只有那个。希望我不要死。哇，没事，好，那我要在吉雅身上再装一个无人机，每轮一次展示任意物品的五张卡，顶端的五张卡牌。选一张入手，看这么神，超强，然后还增加一个食物，所以我们等于每回我们有三个食物了。对，太好了吧？
每轮两次。因为我刚刚吃了一颗绿色药丸，放爆炸陷阱到任意一个地区、欸，每回让我丢两个食物进去，然后丢完之后杀同一个地区的一只僵尸。他现在僵尸满了，你可以丢爆炸陷阱上去吗？不行吧，你没有位置，没有位置，这超强啊！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应该就是把想办法把那个工具找出来。啊、我一直在花工具。是啊，可是很强哎、欸！你懂我刚刚的痛苦了吧？可是很强哎、欸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收这边。收这边我们就不忍心用，我们压收别的地方，我们剩下的人去收其他地方就好了。没有人会收啊，我们都是，你看我们都滴滴三个滴滴，你们两个又在那边乱搞。我在收啊，我一直在收啊。我要再装个，在他身上装个布雷器。我现在已经是，我可以在任意地区。我是一个免费打，然后可以一颗骰打两次、啊。我可以随便放那个，我可以随便放爆炸陷阱啊。但我现在已经心通风冲残烛，我可以放两个角色，放在哪？随便，只剩一个会嘴炮的政客而已，那边不会满啊，放家里了，这里了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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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里放了他，等一下就死掉了。他不会死吧？会，他如果自己踩到，他会被爆炸，他自己踩到爆炸陷阱会爆炸，其他人踩到是爆炸陷阱会爆炸，不是他如果冒出来的时候，例如说没有格子，哦、他连撞栅栏他都会死。哦，那就所以就放了、啊，所以他会被栅栏撞死啊，那就可以啊。那我放那里啊，结束。你不是可以放一个？啊、对放了，我一个放家里、啊你的骰子，你的骰子。哦，对对。爆炸陷阱不会影响特殊僵尸。哦，是哦。但是他如果是自己撞到的，那会死。哦，一个搜索，再放一个，还有一颗骰子。你放那边，例如等一下有僵尸冒出来，嗯，旁边会死，他不会死。好啊。但如果他是，如果像是这个情况，然后他是第三个冒出来的，他会死。我知道，我懂。嗯第四个吧，应该是他撞到爆炸，他是撞到爆炸陷阱那个僵尸啊。对，就第三个啊、哦，因为还有一只、啊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还有一颗骰子，把那头僵尸干掉。我不在那边啊，他在这里，这是我。哦，你只是随便丢而已。因为他说他去放骰子、啊。嗯。你还有在哪？在外面？我在家里在装，我在装个火焰喷射器，我可以杀掉一个地区所有的僵尸。可是我只能杀我在那个地区。这个游戏就是 X 战警再加神盾局，好吗？这边的你看他们身上那些，那个移到学校，移到学校啊！怎么移到学校？这个游戏我移到学校。对啊，移到学校，那我还要出去啊！出去啊！你可以跟我要东西啊！这游戏神盾局都来了，好像还可以。好啊，有没有人要给我东西？那我移到学校，我把那边的杀光，是爆炸头。然后把这个地区的人都杀掉，啊、特殊僵尸还是杀不死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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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用火焰喷射器把那边烧光了。有、哦，就像我有光剑，他有火焰喷射器一样。但他前面有时候有特殊僵尸的时候不能杀其他僵尸，这个算吗？所有僵尸，他是所有。对啊，但是他说如果有他的这个规则是你能攻击只能攻击他。哦，他是 A 一攻击，我全打。我在学校搜索。OK， 我们算都一样，那我们要这个。所以我说的是吧？他没有特别写，他指的是常规攻击。好，但这一定不是常规攻击啊。好，这样我就不能补血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结束了。所以你会死吗？我不会死啊，我扣两滴血。就算等一下来一个什么雷声，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。换你啊，艾瑞克。清十个垃圾。你这么写啊？好像也不需要干嘛了。该炸了。再来好像也还好。你有办法找东西？哎，对，你有办法找东西。我要去杀僵尸。角色在哪里啊？在你就找东西、啊，找东西、啊。跟家里找东西啊，这只可以找吧？你只有两只，你不是还有谁？我两只在家里，两只在家里，一只在加油站。对，你可能要找点东西。你要不要找东西？我现在因为我现在要出去找，可是你在加油站什么都没有。我是怕我把那个什么猴子搞死了，因为我正想过去。不用想那么多，过去就对了。死的通常都是你啊，不是死的应该会是我。好，我影响力比较低。我先，我十七，他十三。猴子怎么会有影响力呢？我是个猴子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猴子很强啊！我可以杀，我现在杀一只是任意一个地方，你们要先杀哪边？杀随便啊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这边不用理他，这里也不用理他、啊，杀这里不用吧，他等一下就爆掉了嘛。对啊，那你放置就好了。那里那个杂货店我就不要去就好了。你杀这里有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可以再来这一回。对啊，那个要不要顺便把那个暴徒杀掉？那个妈的，其实杀暴徒就等于杀一只僵尸。对啊，好，那杀暴徒，把暴徒杀掉啊，对啊，杀一只暴徒。
就只能杀一只、啊。我以为你说杀这边的，杀暴徒比杀僵尸厉害。对啊，对，那我那我过去站吗？啊，虽然我可以过去站吗？你为什么过去？你要站哪？过去站哪？哪个什么站？好，不管，那我先杀这只好了，丢一个骰子。哦，好，其实你可以不用管它，反正等算了，看你开心就好了。所以我是觉得你就移动到某个地方，然后一直搜索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。哦、好，那就搜索。因为加油站我们是个我们不会去搜索的地方，因为他妈的他没有管手，然后不知道你过去干嘛。对。因为想说你们都没有人去，我去就好了。图书馆很强。去图书，那我要去哪里？图书馆没有扳手啊，扳手哪有比较多？警察局、警察局或学校。学校，学校好像找东西比较少，去学校好了。学校不是你们书都找完剩扳手了吗？我都去图书馆找了。哦，嗯，好，没事。我在图书馆，然后你想不想你等一下翻起来都是书？好，那个我先用他的能力杀一只。他的能力是他所在的区域、嗯，然后用一个骰子搜数，二，是不是有输？没有，哎、欸、有输哎，真的。你看吧，只有我会翻不到输。他在学校还是不用？我不是说去学校。我们需要燃料吗？不用吧。现在不用。我刚刚不是移除十张了吗？你不，你有移哦？有、啊，最后还是做了。我对啊，两张、哦。我以为你，你如果不先移五张就好。没差，移十张还好。没差，早晚都要。你可以放置一枚噪音标记要盖住。没有，他难得骰那么大，没关系了。他只要二就可以杀僵尸。不是啊，搜索搜索，没有翻了，剩两盒嘛，应该可以吧？哦，我们总共要，我们总共要放16张物品进去。对，我有现在，对不起，我只有一个扳手。哎、欸，他这个书是可以用噪音标记来，我们是有无人机，移除伤害有需要的。我可以直接去杂货店找。那我拿这个好了。希望他不会被打下去。然后这两只都要出来。丢骰，骰我丢。可是他骰，他总共需要骰。扣一滴血。然后这只也要狙击手要出来。谢谢。狙击要出来。可以不用出来。现在刚好三分十五啊。一二三，加一四分。不用不用，他不算。哦，一二三，刚好，那就不要出来。对啊，你出来让我还要弄一只，我也没办法弄出来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个骰子可以搜索。屁啊！说，不是只有那个废弃品才可以，或者你说废弃品？哦，十五二哎。不然废弃品那个超贵，然后烂烂罐。十五二，留着吃了，结束。雷抗的东西都很强，但是雷抗只是在那边搜索，你要冒风险。对啊。会被咬，找一找，哎呀，我死掉。哎，哎，我们这轮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吃副食物，一二三，三份，很有剩呢。哎，对，哦，所以那个避难所阶段开始，这个够了，所以这个一定要。哎，要还他一个，一个是他的，一个我的。然后一定要做一番，是不是？没事啊，就这样而已。换下一张。哦，上面的移除上面那张吧，我记得。没有，这个时候我们要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选择，第一个让他放特殊僵尸进来，但我们可以选一个地方，最好少放三只僵尸。第二个我们就把它移掉，我们所有玩家可以做这个选择。那就这里啊，放这里会怎么样？让他放这里啊？不是，我们就是放置特殊僵尸，照他的规则放。嗯，好，然后或是我们现在两个选择。对啊，第一个就把它弃掉，什么时候不会发生？放僵尸进来。第二个是。把特殊僵尸放进来，然后但是我们可以选一个地区，那这一回合少放三只僵尸。我觉得把它移掉就好了。我就把它移掉就好了，干嘛让它进来？移掉。三只僵尸就让它移，让它进来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检查垃圾，没事，结算危机。哦，五个够了。嗯。所以这个是移除。这一开始有要放吗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懂。内有他或他们，不理他，没讲，刚没有，应该有了，没，下次再说。增加丧尸，好，加丧尸啊，放三只，嗯，好，他们死了，只，嘎咬死他们，那个意思叫你不合作嘛，一直在爆掉了，对。然后这里一只，这里两只，我还缺一个。这里两只，嗯，
好，起始玩家，换我。我们可以投票要不要换的？那就不要。我觉得都差不多累累的。啊、展示危机，回合数减一，剩两分。